今天我们来介绍香酥藕夹的做法。每年莲藕上市的时候，吃的最多的就是藕夹，香香的酥酥的，吃了一块又一块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准备好食材，莲藕洗干净去皮，肉绞碎，加入蚝油、盐、鸡粉拌匀，再加点葱花拌匀，面粉加入一个鸡蛋小半勺盐，适量水调成糊糊，不要太稀了。静止15分钟，充分融合。莲藕切片，两片一组。取一片，放上肉泥。再拿片藕盖住。依次全部做好。放到面糊里面，面糊要到这种程度，挂得住稳，不会快速滴落。油烧热，放入藕夹。先开始很多泡泡。等炸到没有泡泡，就是差不多好了。喜欢焦一点，多炸一下，很香。炸到这样就好了，外酥里嫩哟。太好吃了，米饭可以不要了，嘿嘿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